要尺读十四吧。你给我等着。确保万无一死，放一个鸡蛋迷惑下老婆。你别笑。赶紧收拾收拾，不留一丝蛛丝马迹。我又来了。哎呦我去，这家伙够狡猾的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哦，我得再确定一下。老子来了。来了。怎么又盖上了？哦，今天我选一选。选什么选呢？不选。这有蛋了，我吃这个。还好我机灵，留了鸡蛋迷糊他。这家伙倒是藏了不少啊，我得吃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完？你别笑。真香啊！自己种的香蕉就是好吃，越吃越上头。小龙，你也快吃啊！哦，我待会再吃，我先吃点香蕉垫垫肚子。小杨，耍你的都不知道吧？老公，你帮我也倒点水过来吧。水啊？嗯。好吧，你喝我这个吃，我不喝了。喝你的。嗯。我今天那也不去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嗯。老爸，你总是干嘛？没有了，我还没吃面呢。好吃啊，好吃留点给我。我买了很多了。买很多？嗯。在哪里？在那边，这里。哦，拿过来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呢是榨菜心，它呀是采用新鲜的食材制作而成的，去头去皮，取中间菜心的部位，吃起来呢是那种又脆又嫩又爽口。他还做了减盐的工艺，像我们平时呀在家吃稀饭呀、吃面条呀、吃包子馒头呀、吃饺子呀，都可以配上这个榨菜心。还有就是吃米饭呀、吃肉的时候呀，也可以配上这个榨菜心。它呢不仅很下饭，而且呀还解腻。现在厂家呢有活动，9.99发15包，还包邮。链接呢我放在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哥哥姐姐呢可以拍到回去尝尝。好吧，这么划算啊？对啊，配肉也好吃啊。啊，来来来，这个传给你。这个吧。给你，这个我吃了。嗯，好。干嘛，老婆？洗碗呢？洗什么碗呢？这面都是我帮你煮的，这几个碗我不能洗了吗？快看电视，我来洗。你洗啊？我洗。那我走了。你快去去去。